好，来看一下今天东南亚服刚刚新时代版本发布会当中提到的四个代码，新第一个是 six power，好，他拿到的是一瓶闪光极限成长妙，第二个代码是 hyperbunny 260。拿到的是一个经验值核心宝石，第三个代码 Gil Castle，拿到的是徽章选择券，最后一个代码 New Age，拿到的也是一个新时代动作伤害皮肤单元，一个新时代称号，看一下这个，伤害皮肤。